带什么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中药，不是见面礼吗？哇，我还以为不好意思，各位帮我。我刚才心里高兴一下，来还带土产呢、啊。有啊，这个土产是中药是吧？哦，你在吃中药保养身体。我们两个都要吃。哦，这是你们两个个人的一个中药。这一包是我的，因为剪脚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就每天吃几次呢？一天三次。这算是升华，一般只是喝枸杞而已，现在已经吃到中药了。年纪大了。哎呦，都到了 ！Hello！ 我们的那个新人已经到了，新人，这是另外一对新人。哎，这不是那个教练吗？这是我们教练团队，对。我先伸展一下吧。你都要伸展一下是吗？看，哇哇哇哇哇！先拉伸一下，展现一下他肢体的柔韧度。天哪，我们不用做到这样，对不对？十五天，我太太能变成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助教青青河边草的青青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助教好。他也是个瑜伽老师，教老师的老师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厉害。所以他自己在这上面很资深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张峰，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冠军。我相信光，我相信光。哇哇哇哇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裤子稍微拉紧一点点，一下我的那个人设回了，变了。重来一下，重来。哦。帅气的登场，哇，动作好漂亮，刚柔并济，好，棒棒棒！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魔鬼助教兼保镖，我是打拳时张峰，不是张三丰的张三丰，不打拳时张峰不是张三丰的张峰。魔鬼助教需要练一下台词，他已经有人设了。不说好的轻松愉快吗？怎么来了一个魔鬼教练？看起来像魔鬼教练。你看他已经很魔鬼了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做的是看一下大家的运动表现能力。你们都有做体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个体测是一个数据的参考，那我需要实际看一下大概你们的能耐是怎么样，所以我自己定了七项体测的方式，能够看一下了解你们上肢的测试训练。啊，我平时一个做不了，我也做不了。再来是下肢力量体测，三峰。接下来我们要做核心的测试了，这个算是腹肌力量吗？接下来就三分钟的一个心肺的测试，这个测试也不难，测试一下大家的爆发力。我用几种方式加上你们体测仪测的数据，我们就能够了解你们的状况。那有没有哪位要先参与第一次的体测的？哪一对夫妻想先开始的？肯定你点名啊，梁哥，你点名啊，毫不费力，一点不怵，一点不怵。我也请笑天，他们是第一个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二。OK， 好来啊，第一个有点紧张哎。天哥加油！我们是三分钟的一个心肺的测试，因为我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解你们。我们有救护车在外面 stand by 吗？不是，你哪边脸好看？我忘了，我老忘你哪边脸好看。我这还有分左右两边脸，很重要。但我用我们这是这样的哈，我们这边也有，这里也有。对。哦，所以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你站这边吧。好，我站这边。你们双手叉腰，保持核心稳定。嗯。哎呀。测试而已啦。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动作哈，要保持你的呼吸吐气，在用力的时候可以吐气，跳的时候一定要别憋气，一定要喘气，不能憋气。几分钟了？四十秒。啊。哦，我还以为就剩四十秒了，各位别剩四十秒。加油！哦，有一点。我在这边简单讲一下，这个笑天跟文文，
你们俩体测一测的数据，我们就能够了解你们的状况。看你自己的运动表现能力，我相信你们都能感受得出来。那我有看到孝天的体测哈，在他的过程当中，他发现他的体脂肪含量还是相对偏高的，内脏脂肪也是偏高哦。哎，这不要讲出来了。我们勇于面对了，我们才能解决。孝天，20年没见，见到你，其实你，我觉得网络的照片也算是把你放大跟夸张了。我们看到他，我也觉得比照片瘦很多。所以观众不要大家误解，因为没有办法，荧幕上面就是会有放大的效果。啊！吴恩，你其实你的身材看起来很好，